三，开始。要大声一点哦，不然都听不到，重录了。紫色的猫，紫色的猫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只白色的狗在看我。白色的狗，白色的狗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只黑色的羊在看我。黑色的羊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条橘色的鱼在看我。很好哦，有比较大声哦，很好。橘色的鱼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个老师在看我。老师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群孩子在看我。孩子们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们看见棕色的熊。我们看见一只棕色的熊。一只绿色的青蛙，一只紫色的猫，一只白色的狗，一只黑色的羊，一条紫色的鱼，和一个老师在看我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哇，好棒哦，非常好。